烂。请公瑞先生。哦，我不是夫人，我是孙仙呀。你要找夫人吗？是啊，烦劳你请他一声。请上台。夫人来了。请过夫人先生。起来，起来。
就是同和你见了面，你的眉毛像天仙，我父还欢喜实心啊爹啊爷妹呀，我还你你不知我想你你不见，我与你生活你不会答，我和你生命心是非敷衍，啊也没呀，我是一见就忠心意，为子你可否将我啊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粤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粤剧三三，粤剧三三，记得是拼音粤剧三三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再点击这个粤剧名段名家，然后再点击关注，关注完之后底部有一个粤剧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都是粤剧的名家名段，每天都免费为您推送。嗯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